台九丙线吉安乡甘城村的路段，由于路很长又很直，经常开车的驾驶呢就会经常车速过快，也会发生车祸或者是造成一些死亡意外。为了解决行的安全，县员吴建志也邀集了甘城村长、吉安乡公所，还有县警局交通队及吉安警分局到现场会勘。吴建志他要求交通队要增设测速照相，还有减速警示招牌，防止意外发生。吉安乡台九线九公里处一直到同文村路段可以说是相当的笔直，由于没有速线标志和车速照相，车速可以说是相当的快，而这个路段常常有车祸和死亡车祸的情形发生。经过甘城村长林世尚和前同文村长叶新贤向县员吴建志反映，同时也邀集相关单位来解决地方的需求。这条路哦，因为路直啊，路面宽度不够，每次呢这个车速都太快，那之前我都一直反映呢，说看能不能这一条路在中间能够装那个测速照相啊，好像是警察局交通队认为说这里的车流量还没有那么多，还没有达到真正需要装设这个测速照相的这个标准。常就是因为路直嘛，常发生车祸啊，所以发生车祸的话，你只要有这个测速照相的话，可能大家会警惕，就不会把车速开那么快啊。乡下的人也是不少嘛哈，我们时常晚上啦、半夜下班啦，有的孩子去上班下班都经过这一条路，非常危险，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几乎都是这个障数在高嘛，都黑暗，好像是视线都不清楚。那我们的路灯也是被那个樟树的叶子哈、掩盖了哈、它是照，只是照到前面那里，其他都没有照到，所以是非常危险。如果说以后政府哈、我们公路局啊，能够把这一条路哈、能够改善，有脚踏车的哈、因为这个水沟还有距离很远嘛，改善是不是？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樟树能移过去，是当然是比较安全了啊、因为把这个水沟给它盖起来，做一个。脚踏车的路啦，我多拜的路要分清楚。希望这个县警局交通队啊，能够在这里设置这个测速器啊，测速照相，让行车能够这个速度减慢。还有这个这一段路看起来是很直啊，但是其实很多的岔路啊都是相当的危险，能够增列多一些这个告示牌哈、能够这个提醒这个用路人哈、能够减速，然后经过这个路段要能够放慢啊。在这针对尤其是这个8月18号这边也发生这个死亡的车祸，那相当的严重啊哈、那在这个去年的部分也是我们的这个选手也发生这个车祸，那都是这个 A1 的车祸 ，O卡 的车祸，是相当的严重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特别啊，请这个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、吉安分局、这个南华派出所，还有我们这个甘城村长，还有这个同门的居民啊，特别啊，来这个现场会勘，那看这个道路要怎么样做一些告示牌来做一个改善。县议员吴建志表示，这条路有如花莲绿色隧道般一样的美丽，晚上的时候由于没有路灯，往往是视线不良，加上下雨天的时候有如空间迷香的情境，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严重的车祸。而这次也要求交通队来设置测速照相、警示标示，让行驶在这条路上的驾驶人能够平安回家。记者吉宏毅，吉安乡报道。